真心相望，我不能无情无义。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对青兰，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如果不让我进去，我今天照样照看。青兰，我会保护好你和孩子，把他当成我的亲骨肉。我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痛苦。你却是我的心间，那时间那风雪如何寒夜。兰儿，可见相思难却，白首不离分的坚决。愿你我此生如愿。不好了，二少爷被绑票了。欲救穆安河，准备赎金50万两，今日卫使送达指定地点。娘，这是金库钥匙，把值钱的东西尽快换些钱。王妃点名让你送赎金，你一定要把我儿子安安全全带回来。安和，帮我把腰后面的伤疤处理掉，免得被叶青兰看见了。这就是之前二少爷说叶青兰想起的伤疤。还好及时处理了穆安和，不然他说出去我可就完了。都是我鬼迷心窍，勾引大少爷，与大少爷无关。我刚才就只是腰扭了，然后他帮我揉了伤而已。啊，兰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没想到穆安成竟敢独吞赎金，一个子儿都不给我，谁人当我那么好骗呢？这钱他肯定不敢存进钱庄，必定是藏在家里面。兰儿，大少爷，别让他跑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醒醒。